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我们呢弄到了双重龙格的啊，弄到了双重龙格的啊，这只龙格要价不菲15万呐、啊，没有12万左右。哦，后面的龙呢，可能你会更贵啊，因为我看观众留言啊，后面动辄50万，动辄30万的，我觉得玩到后面必定要氪金啊，不然的话呢，玩不下去啊。没关系啊，这氪金老头吃得下，交给老头没问题。反正呢，为了带给各位啊、更新的内容，其实我也觉得没差哦，我也懒得去弄了。总而言之呢，玩得开心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头稍微就是买了这个快闪特卖150块啊。啊，他给了5万块金币，然后大概给几十颗这个紫宝石哈，然后呢才有办法买到这一只。那我们待会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就开始来使用这只龙打看看。那这只龙呢，它好像可以破坏，铁的它还是不能破坏哦。它可以摧毁这种骨头，然后可以吞食这个龙，然后获得4倍的分数，分数会越来越高。那当然我们还是一样啊，固定在这两只啊。在什么移动速度嘛？对啊，就移动速度而已啊。冲刺不要啦，移动速度好了。我觉得移动速度快一点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带这三只，然后呢，你看的 skin， 处刑者，然后看起来就蛮屌的。然后上面一把斧头，然后呢，剑客，哦，可我觉得剑客不好看，而且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这个龙有四只手、哦。我靠，这个综合体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图坦卡门啊，血加10%，金币加5%，持续火焰时间啊加10%，不管了。哎呀，那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蛋可以开启了啊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今天还要开蛋了。来来来，看是会获得什么呢？拜托，不要普通。这只我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哪里过来？金币加5啊，算了，而且全部解开53呢、欸，53只哎、欸，哎呦，感觉有的氪了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我们再孵化一个，又要再过6个小时，不管了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然后呢，这次呢，我们选择去往左边移动好了，因为呢，有观众说，老头，我之前说的那个巫婆的那个洞穴啊，是在左边，不是在右边啊。我们上一集好像跑错边了，上一集直接往女巫的那个巢穴的右边走，没东西。可是我记得巫女巢穴、女巫巢穴，它的右边是，对啊，我的确是往右边走，没错啊。对啊，那为什么啊？算了，反正我们就往反方向走看看嘛。而且我发觉啊，这个双重龙格啊，它的这个咬合力啊，比之前的龙都还要强欸，那咬没几口它就被克掉了，超猛的欸。哦呦，为什么我被神风特攻了？不管了，我莫名升级啊，前面升级都很快啊。对啊，已经开始渐渐有点样子咯，这个感觉蛮强的。而且两颗头是不是吃啊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咬这么快了，啊，因为它两颗头啊，两边帮忙各咬一下，对不对？两边各咬一下，那、啊、这个还是撞不破，对不？你两边各咬一下，一下就可以咬到了，哦，什么叫咬到？一下就可以把它咬完了？我在讲什么？咬刀是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一下就可以把它咬完了。哎啊，这边的哥布林怎么不能克？哦，可以，把这边克一克好了。啊，有火焰，哎，我把它烧了。哦，我把这个地方给烧了。好，拿宝箱，拿宝箱，宝箱已领取。所以说，神秘洞穴到底在哪里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还是炸到了，超级痛，完蛋了，我该不会才刚开局我就要死了吧？快点！我快要死掉啦！补个血啊！这边炸弹实在太多啦，很不亲民啊！有飞天猪啊，吃一下啊！这个猪啊，有点痛。这个猪磕下去啊，精神百倍。我们看一下地图好了，我们飞看上面好了啦，看这边过不过得去。Oh my goodness！
飞太快了。啊，我什么都还没逛到哎、欸，达达，快点啊！我们看左边啊。啊，对了，拿到龙阁下之后呢，最右边好像可以到那个三怪的那个村庄哦。那个地方呢是新的区域啊，老头在拍摄的时候没有到那边啊。啊，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直接在右边哦。等一下，没有，我们看错了，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不让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，我要看到，哎、欸，对，啊，我们往这边看，这个可不可以撞啦？不能撞的话，没办法过啊。中岸看。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变这样子？哦，有了，刚刚不知道按了什么东西，稍微有点卡。啊，升级了，太棒了！辣椒，继续往左边走，左边走。打嘞！你打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打什么东西？哦，差点被炸到！告诉你，我可啊，不要重蹈覆辙，要求贵哦，还是不能撞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可能要等我们龙大一点啊。那个人说，那个秘密通道才有办法找得到啊。完真的没办法了，我觉得这附近也没什么啊。对不对？你看上面除了这个之外没别的路了，啊，我们往右边走好了。这只龙好像也没办法突破什么，我感觉啊，它一样只能撞骨头啊。哦，这边好多星星，哇，奔腾啊，冲啊，这到底在干嘛？哇，我也太远了吧！撑啊！哦，呵呵，太好笑了 ！Oh my god， 我在空中飞耶、欸、！Oh my god， 这个是彩蛋吗？哦，加了不少分数，好爽！什么东西？哇，为什么空中会有这个东西？让我来制裁你，揍死你！我觉得我要死了！哇，他帮我补满血，太棒了 ！Really？ 哦，哇，我第一次在天空飞啊！还飞得这么远啊！哇，拿到了一颗，这到底能够带我们到哪里呢？啊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非常的愉悦，而且我发现它恢复的速度快到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我可以在这边停着吗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看一下地图，我已经快死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居然在这里哦！哎、欸，中间这边有一段呢，我还挺好奇的。我来看一下这一段是什么，虽然我快死了啊，原来只是浅浅的而已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寿命已尽了，快要没有食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降落吧。再不吃东西，我真的要死了。给点东西啊，给点东西啊，我真要挂了。非常好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在右边好像有一个很像峭壁，上面好像有地方可以踏入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又不能动了？大哥，滑鼠啊，啊，又可以动了，可是我来不及了。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只是要看个地图，好、哦、啊，看个地图哎，你就给我这样乱标。哦，它上面有写是不是？中间可以切换快速键。我们是因为切到中间的关系。这个地方弄到我没有办法过去。好，我们到了三怪森林了，到了。来，这样应该就安全了。尽量不要看地图，不然又跟之前一样。吃了你们！我吃了你们！好吃。啊，双重龙格可不是盖的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两张嘴跟我斗吗？哇，我们到的是秘密地区啊！啊，两张嘴就想跟我斗，门都没有啊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又是这里，不 OK， 完了，我又没有办法。哎，我的滑鼠，快出来救我！哦，有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
喂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个地图而已就变这个样子，气扑扑哦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哎，我飞超高，害我都不敢看地图了。讲真的，不敢看了。那看个地图失灵是怎么回事？喂，到了新区域了。其实我觉得这边挺酷的啦，真的是挺酷的。难道是这里吗？哦，我们来了，这里哇，有龙骨啊？不对啊，啊你龙骨啊，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上面到底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拿一个龙骨的尸体就在这里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将衰败、死亡吗？死亡的预告，有没有这可能？啊，我随便乱讲的，不知道。下一张图，这边你们好像也没去过，这是哎、欸，有吗？上一集有没有去过吗？我果然忘记了。那个是那个城堡市集啊，对，这里你们没有来过城堡市集。好、哦，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老头没有来过，好、哦，没有去过啦，应该说很多地方老头还没有完全的探索过。哦、不过呢，我觉得这边还蛮酷的，哦，就一个堡垒这样子，快点把你弄死。嫩，补超多血的，有没有看这边有个守卫超大只的，有没有？超大只守卫，把他打死。哦，你要把他打死之后呢，你还会发现说，哇，这个血补超多的。哦，这个接龙里面这个游戏呢，补血手段就是要仰赖这些大只的生物。哦，我不小心把那个酒鬼吃下去，我整个头晕目眩。哦，然后这边可以拿来给你赚钱，赚爽的，虽然没多少啦。哦。我是真的觉得这奔腾钱才赚比较多啦，那没奔腾不知道赚多少，其实真的很少，少到你就觉得难过。我是没可以跟你开玩笑的，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滑鼠点地图好了，以防万一哈，啊，不然就很难过啊，就要开始卡卡卡。这边我好像之前来过，然后绕一圈发现没什么，我就走了，然后这个下面。是矿坑，我们现在应该连接不到矿坑吧？哎、欸，好像貌似可以，走水的话是可以连接到矿坑的。算了，我不管了，走到哪吃到哪里，好吧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命。冲啊！冲啊！往上，吃好吃满。那我们来到大本营了，人类居住的城市。哦，这只龙，这只龙我终于可以吃了。之前不能吃是被秒杀的份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把它克了。僵尸龙，我、哦、还放 BGM 呢、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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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在跟逆风对抗中，逆流而行，千万不要逆流而行，只会浪费你的体力而已。吃好吃满，下一只应该就是 L 了吧？希望 L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个铁给撞破，我们就不用再那么辛苦了。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不然真的是很母汤呢。完了，我们的能逛的区域全部都被局限住了、啊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哇，我们快要没有体力了。Oh my god！ 别死啊！别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为什么死掉了？为什么 ？What the happening？ 我死了！哒哒！哇，后面越来越难练了。你看这个等级，怎么可以这么难练啊？他要花时间练等的。下一集的话呢，一样是直接换下一只龙哦。下一只龙就还是 End， 我们的 L 哪时候才会有呢？必须要等到烈焰才有 L， 好吧，我们慢慢等吧。我们现在只能这个样子。
好吧，那么今天片到这啦。如果喜欢的片段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饥饿龙再见面了，拜拜。